好奇怪喎，揸住呢個名，佢散水餅。O K 嘅 ，O K 嘅，即係車頭相咁樣。我影一張俾你睇。本身就 plan 係26集嘅，即係多數啲晚吹都係26集先噶嘛。咁如果反應好咯，就加咯。你見有啲晚吹咪一開台做到而家咁滯噶嘛？咁係咯，希望我哋都可以變長壽節目咯。咁就確保我有穩定嘅曝光咯。因為其實即係都冇乜公司嘢做啦，平時即係唔係鬧公司啦，唔該幫括號寫住。咁就係咯，有穩定嘅曝光都好嘅。嗯，因為我哋即係例如我哋做咩？冇啊！電視邊有見到我 Feel TV 紅天明客串下啲節目，邊有自己節目啫？我 Era 字 Era， 我係啊，四個都係 Feel TV 紅天明就係客串嘅啫嘛。我一年都唔知有冇一個自己節目，就係對上自肥之後都冇咯。跟住去到你見節目巡禮都未見有我哋蹤影啊嘛，都仲 plan 緊。咁係咯，但好彩就有劇拍咯，遲啲都籃球劇，但冇乜係咯。咁呢個節目就可以令到我 keep 住一個禮拜一次曝光都幾好啊，又可以幫我吹下水。OK， 咁你唱歌嗰边又都有啲成绩啦。系咯。冇成绩啦，得一首半歌啫嘛，咁就系咯。如果系咁起晒出十首，应该冲击到新人奖噶啦，梗系播放率嗰啲啊嘛。咁就梗系冇啦，黐线！呢个咩问题？点会有？嗱，你当嗰啲 Eden MC 啊、Mike 嗰啲流啊？又爆冷气。我净系当肥仔流嘅啫，其他我都冇当过系流。唔会爆冷咯，爆到咁冷啊，真系好冷啊！呢个可能肥仔爆出嚟咧。应该唔会，因为多即系可能你睇好边个？其实真系。我都人睇好，咁兄弟一定睇好 Eden 嘅 Eden 咯。但系其实阿 MC 同阿 Mike 啲歌都好劲，今年度，所以都真系估唔到喎。咁都咁，当然系希望自己一齐出嚟嘅兄弟 Eden 赢嘅，最好就系咁咯。咁攞唔到叱咤，咪攞其他咯，都有光彩啊。Era 都有角逐噶嘛？都有咩？组合奖冇啦，即系我觉得一日 Mira 喺度。一日都不會有 Era 攞到獎，即係我就不期待話即係 Mira 無啦啦12個不見曬嘅，但可能即係有機會，佢哋如果賺夠，佢哋即係佢哋唔會解散嘅一定。但如果佢哋賺夠退休嘅話，讓個位俾我哋攞獎都好嘅，我覺得係啊。即係我幻想到，就算10年後啦，我哋已經係比較成熟啲、大啲嘅組合啦，但係永遠有 Mira 喺度，我哋都攞唔到金獎啊嘛，好正常。阻住曬，唔好話阻住曬咁樣又，咁就加油咯，我加油。咁即係我用 Mira 嘅名義攞獎，唔用 Era 名義，唔好啊！咁攞獎嗰陣時夾呢個，唔使啦。我覺得係應該等佢哋快啲賺夠，佢而家咁多廣告賺夠退休，佢 Era 開始上位啦，終於攞組合金獎啦，應該係咁。OK， 因為我哋其實計過條數，我哋每年都計條數，究竟我哋入到最喜愛五強啊之類咧咁樣，咁計都計唔掂呢條數。上年就計到自己應該係第六度咯。咁今年計緊，因為我哋有時嗱，依個我哋未講過出嚟就係咧，我哋會睇下 Rubber Band 啊、Dear Jane 啊。Super Moment 嗰啲有冇出歌？如果嗰啲佢冇出歌，我哋有機會攞到獎，攞到組合獎嘅頭五名，即係可以入到我最喜愛投票咯。但如果佢嗰啲有出歌，其實我哋就唔夠佢冚噶啦咁樣。今年佢都有，所以我哋都係陪坐咯，甚至每年都係陪坐。陪坐係都攰嘅，因為咧陪坐攰，大佬牛郎嗰啲嚟嘅好似。因為你明明一個頒獎典禮，如果你去到淨係全程，你預咗自己一定係坐噶嘛，其實咁一定要飲好多咖啡先可以維持到精神。即係啲歌手嗰啲，如果 Mira 啲係預咗自己有獎噶嘛，好大機會有獎，佢哋會打醒十二分精神，幾時叫佢個名咧就出去。我哋冇啊嘛，全程呆噶嘛，聽下人哋唱歌。係啊，所以都真係要飲咖啡啊！我哋嚟緊即刻都要飲咖啡。要飲定咖啡啊？係啊係啊，如果有咖啡廣告可以揾我嚟拍。嚇、啊！唔會嗌我哋名啊，根本就冇可能嗌我哋名。你唔使理佢哋嘅，我哋先係問嘢嘅。係啊，佢哋唔知我做咩嘅。我哋都係陪襯啦。陪坐，我哋都係陪坐。但即係我希望藉呢個機會可以幫 Era out 到咖啡嘅廣告咯。咁我哋可以頒獎禮度提神咯。OK， 咁講下你個妹啦。我個妹有冇咁樣啊？嗱，我就唔方便透露佢而家係咩成績啦，都未出街，費事啦。咁就但佢都應該冇嘢做噶啦。因為即係佢唔係啲多才多藝嘅人啦，出身喺呢個家族都係咁噶啦。咁就冇乜特長咯，又唔係特別靚，係咯。咁就又唔係特別標青，我都為佢擔心。同我阿媽一開始擔心我參加全民做聲音冇一樣咯。咁就我希望我阿媽唔使咁擔心咯。希望佢有嘢做。咁最近其實都幫佢傾到啲嘢嘅，我應該遲啲同佢有個廣告一齊拍嘅。而家傾緊，即係你兩個一齊兄妹。係啊係啊係啊，係咯。咁就希望可以多啲同佢一齊兄妹檔嘅嘢，或者係我都諗緊佢究竟可以
點，因為佢辭咗職啊嘛，之前份工佢就文職工，咁佢而家又好難入行喎。如果佢全民造星入唔到女團嘅話，咁其實佢好難入到行啊嘛。咁都物色緊咯。如果有其他公司嗰啲啊 ，model 公司啊，或者隔離台想簽啊，可以隨時揾我阿妹。樂小姐可以打俾我阿妹都得嘅。因為其實我都見我哋台有啲人捧起咗之後去隔離台，咁希望都可以咁樣做咯，係咯，哦、即係我妹都去隔離台咯，係啊，係啊，都可以都係係係可以嘅，係啊。小姐傾嘅，好唔該你喎，因為即係咯，係啊，佢有兩有幾間公司噶嘛，可以電影報都得噶嘛，咁係啊係啊，係啊，咁當然最好就係同我做同事 Feel TV 啦，咁，但我冇，我當然冇直接幫，冇壓力嘅，咁佢嘅人生嚟啊嘛，我對自己人生壓力啫，佢嗰啲嘢關我咩事啊，都係求其 out 下，但係都係咯，我話冇直接，我有諗過直接幫佢問公司，不如問下公司簽唔簽我細妹嘅，但我覺得呢個要求太離譜啦。因為公司都不會簽一個沒有才藝的藝人的，除了我之外，所以希望我全民造星，如果我妹有 noise 就矮下公司，如果她沒有 noise 那就由得她了。OK 好